Excuses sound best to the person that's making them up. Stop feeling sorry for yourself. Get off the pity party. Telling everybody your sad and sob stories,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show up to your pity parties and your pity parades. If you ever see me in a Rolls Royce, a 6 or 7 star hotel, living my life to the fullest, don't get jealous of me. Because I work my ass off to get it. Nobody handed me nothing. Wake your ass up. Awaken the beast inside. It's game on. It's go season. It's time for you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ccess and the resources that you have in your country and your community. You got a problem with your life. You got a problem with your environment. Do something about it. If you want it,休息，然后第一时间就是先吃嘛，因为在诸暨这个封闭酒店里面，这换汤不换药，就是天天就吃的差不多的东西，所以说在吃的方面还是得在这一段时间去弥补的。哎，我看到这西兰花，我想吐。你不是西兰花？不是，在诸暨全是西兰花。哎，就是半个家了嘛，就是在这也是一直训练，一直跟队友生活啊这些方面的，其实很快就能适应，待个一个月不到就很快就能适应。这边是很舒适的，就非常睡觉特别舒服，在这边。对，很适合生活。成都这个城市非常适合生活。那介绍一下你桌子上那些手办呀什么的。哦，这些手办嘛，这个杜兰特也不用说了，我的偶像。然后这些动漫都是我经常看的，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动漫，所以我才会去买一些这些，买一些这些手办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挺喜欢的嘛，也是。挺珍惜的，对于手办这个东西，我对于来说非常珍惜。然后还有这些键盘啊、显示屏啊，就这些对于我来说，我在桌上会摆的比较整齐一点，会给自己会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感觉吧。然后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小时候的照片什么的，就这个。拿的不是篮球啊，拿的是足球。那你小的时候是喜欢电子圈？不是，这就只是个纯的艺术照而已。就是照相馆只有这个。对，只有这个。最喜欢的手办，这个吧，这个吧，因为这个不管在材质上面还有细节方面是做的比较可以的。对，我所以说我比较追求完美，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这种，对，然后大一点的，然后细节啊、质量啊都做的非常好。人物是比较喜欢这个，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个人，对，在动漫里面。其实你在动漫里面也能学到很多。啊，不好意思，把杜兰特挡了。其实，对于这个而言的话，其实，作为我真的想法，其实也是挺惊讶的，就是说实在也是挺惊讶，但是。就人家宣布也就宣布了嘛，所以说我也没有去太多的去顾及一些东西，因为人家宣布了就是别人的，因为人家毕竟在新决赛上面表现的是确实比我好一点，有很多亮点，对，这个我还是比较接受的。对，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晶晶也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小孩嘛，对，所以说我们关系也非常好，对，否则也不可能在微博秀恩爱啊对。
刚踏上这个舞台，然后也是非常紧张，然后就是犹犹豫豫的，也是其实说实在，然后但是打进一个球之后吧，就是会好一点，会给自己一个好的一个安慰吧。毕竟也是一个大学生刚跳到这个职业的平台上嘛，就不能说是把自己当做，其实在学校里面是一个算是一个主打的一个主力吧，但是说你跳到一个新的环境，就是不能说姿态放得太高吧，就是放低姿态，然后做好自己一个该做的事，就是菜鸟该做的这些事情。对，这种东西其实不要去想这些东西，其实你这些杂念会影响你的比赛的一些状态或者是情绪心态这种方面。对，我们教练诱人的话就是你要是在场上积极一点，就是你会获取更多的上场时间，然后你状态好就会让你多打一些，就是看，也不是说是就是特别照顾某些人嘛，就是说你打得好就你上那种，拼尽全力嘛，然后不想去辜负教练对我这个信任，然后我上的时间也是非常多，在场上也是跟很多就是好的球员去切磋这种球技啊，然后去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信心也是慢慢就打出来了。对，所以说会这样会使我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其实不能说满意吧，你毕竟也是第一年，因为你需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能说去太满足吧，对，还得去慢慢去积累。那是太遗憾了，就是也是在 CBA 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紧张的时刻吧，然后在最后这个处理球方面还得去慢慢的去积累经验吧。对，这种东西还得坚定一点，主要还是不要由于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整个就场地就是只有就感觉没声音，就是什么也听不进去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是用一种安慰的鼓励的方式去鼓励我吧，然后教练也是一直鼓励说这种机会下次就投了，大胆投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想到那个场景嘛。对，然后刷视频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刷到那个时刻，我一看我就觉得我就赶紧跳过去不敢看，不忍心看。对，其实我选秀一个目的吧，其实也是给下面接下来的师弟们，我学校的师弟们还有其他学校做个榜样嘛，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然后跳到这个职业舞台上，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梦想嘛。对，你可以去尝试，而不是说去放弃。对，都可以去尝试。其实说实在，我这个就不希望说是光喜欢我这个颜值方面的东西吧，啊，比如说我颜值也不好看啊，就反正就是说去看我另外一些东西，就积极向上还有那种努力刻苦的一些东西啊。对啊，其实我是挺反感这种东西的，就是不要说是有流量的球星，而是说是你是一个作为一个勤奋刻苦的，然后靠自己努力达出来的一个球员。从姚主席面前接过那个帽子的时候，就是已经算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了。还有在第一年的 CBA 里面，然后也打了很多的关键球，然后也赢下了很多就是很不容易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吧。对，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几年在这一年当中真的是收获满满。对于来说我来到这个队吧也是一个荣誉吧。对，毕竟也是有辉煌的时刻，年轻人就得去为这个目标去奋斗。对，有没有想过再去创造一次？这个目标有点久远但是我们会尽我们自己的全力然后去训练，然后去为这个球队去做出贡献。因为要是到下一年之后我也是没有菜鸟这个可以说了，所以说让自己
就是做得更好一点，不会让别人有任何的说的余地。嗯，